You are watching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Primetime TV. 您现在收看的是洛杉矶十八台、旧金山四十二台中文电视黄金档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我们华人的孩子啊 ，Robin Lee。Robin 呢，他是学习中国民族音乐，在你们银河艺术中心。那同时他自己在其他的方面，学业方面也是很优秀的。讲一下他在你们那边的学习好不好？好，那 Robin 他从6岁就开始学习竹笛了。那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学到现在，也是考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竹笛的顶级演奏级，就是10级。那他同样也是吹着笛子去做一些表演，慈善的表演。那他除了竹笛以外呢，他其实其他的国乐的乐器也都学习了，包括葫芦丝啊，还有巴乌、口笛、箫和排箫，他这些也是都顺便一起学了，而且都吹得很好。他从小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孩子，他特别不喜欢上台，很害怕。那我觉得从学习了吹笛子以后呢，给他带来了很多自信，而且现在就是每个月也去我们的尔湾那边有一个老人中心，去给老人院去做一些慈善的演出。老师说你的笛子是中央音乐学院考级的，是10级了。那你为什么6岁的时候就喜欢竹笛呢？因为我在6岁的时候去我母亲的朋友家里面，看到了他的女儿在练习笛子，然后我就认为这个乐器非常有意思，然后我就开始向他同样的老师开始学。你是喜欢竹笛还是喜欢那个女孩啊？应该喜欢竹笛了。所以你喜欢，然后就坚持这么多年。我很喜欢中国的这个民族乐器，好听哈。对，像笛子、竹笛、箫、排箫、口笛、巴乌这些。华乐杯在今年的华乐杯上，我虽然上拿了第二名，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激励，我会更加努力地去训练。还有吉他也弹得不错。对，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吉他上面。因为笛子和吉他都是很需要花时间去练好的一个乐器。听说你摔跤也很棒，然后在你们这个高中在学区里面的比赛，你是这个摔跤冠军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从9年级开始摔跤。我当初开始的时候是因为，我想要尝试一种全新的运动，然后我也从来没见过摔跤，摔跤也是一门非常有挑战性的运动，我很喜欢。那你的对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学生呢？他们白人、墨西哥人、其他亚裔都有吗？对，各种各样的对手都有，他们也很刻苦的训练。有没有比你高、比你壮的，但是都摔不过你？也有，我曾经见到过一个，就是看上去非常可怕的敌人，但是其实我只要用正确的技巧，我能够打败他，没有问题。太棒了！还有呢，你在那个你也喜欢网球什么的？我在业余时间也会去练习网球，我也很喜欢网球。那你最喜欢什么哪些功课呢？听说你数学很好。对，我比较喜欢数学和物理。所以呢，将来你想有没有想说自己学什么专业，做什么事情？我曾经考虑过去做一个精算师。虽然说精算师可能要不停的考试，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人，所以说我也想当一个精算师。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确定，但是数学是很多学科的基础。对，数学好的话你就改起来都很容易的，对吗？那你要不要鼓励这个大家学习中国民乐呢？比如说一些这个男生啊，给他们了解一下，说其实中国民乐也是很有趣的嘛。对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学习这个中国民族乐器，因为它从比较久以前开始流传下来，然后有源远的历史，然后还能表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。说得真好 ，Robin， 祝你梦想成真喽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再会。